一级学个 E， 攻速快一点。 别 Q 了，怎么没好使呢？先把这个惩戒给他用了，蛤蟆收了，收完去打个红。交给我了。Q哥怎么打野了？那不有个人搁那吗？哎呀，一天天就那么几个英雄，也没点新意。 我寻思那打整的，我就打野吧呢。我上路你也看腻了，中路你也看腻了，我寻思我打个野吧。还不够你花花的呢，一天天的。把红打完，这波直接进野区。德玛西亚人。 往野区里边钻一波啊，看看到底怎么回事。正好上路干起来了，我们可以去上路赶他一波。小 W 溜平 A 再 A 躲位躲个 Q，A 一 A 再 A 一段 Q 二段 Q， 谢谢你帮我打个蛤蟆。这溜达这么少呢？是因为就杀了一个人吗？ 这人没小怪打死了，就算了啊。小杀，请不要烦我。我E了，那蓝没死。中路其实也蛮好抓的啊。等会儿啊，好，等他练完，省着他练小兵 ，E Q 两下。 小飞W扎，一扎，这赵信组什么技能？这人怎么回事啊？挑起来扎，平 A， 这蓝枪是真有点不怕死啊！我一看，看看谢他打没打？我估计他打完了，可能。啊，谢没打，我们打。 打不了我，命运，你做出了他的选择。打不了吧，我们五级啊，这边出来看看，可以跟这塞拉斯搞一搞的。他应该 F 6是打完了吧？先查个眼啊，一段 Q， 二段 Q， 三段 Q， 抓起来，一、二，闪现 A， 再 A 一下 ，A 一段 Q， 不行了，不能上了啊。 小鸟不给打了，哎，算了，给他打了吧，8块钱，我这么好心。刚才那大鸟没抢着，哎呦！刚才大鸟要抢着就完美了，把他石头人给他打了。下路咱就别干咳了，回家了。 这把全近战，搞个可血战斧，把这卖了吧，我也不需要这血瓶，没用，血瓶对我们来说一点用没有。全是近战就可以可血战斧，这样会更猛一点啊。这波我们先把下路野区给它清了。 随时应该去，刚插个眼，我估计刚好升到6级，下来看看有没有跳弹，应该有啊，这跳弹没人打，直接跳过来，可以干，直接上。
一 Q R 转起来，扎减速，铁四边，你俩就不会闪现 A 一下吗？对呀，一过来 A 一下，他应该有闪，没关系啊。哇，他有 E， 你把他给我收了，还行，双杀了，不错。小黄毛应该有闪现吧？啊，没闪现。我说那么，先去打个蓝。赵信其实组啥都行，组 Q 组 W 组 E 全能玩，我感觉。完打完把龙打了，刚才下路这两个人已经没有闪现了，我们可以再来一波下路。好，有红惩戒了。但主要还是得看情况，到底是来不来。反了我一波野，红应该有吧？红没有，卡个眼，直接过来找他干，一勾转两下，套红惩戒扎，有。兄弟，这波你不给我双杀？哎呦我天哪！俺俩一个五级，一个六级，一个八级，打一个五级跟一个七级的没打过，说出去都丢人，简直是丢人，太丢人了的。蓝枪升六了。塞拉斯，走去对面蓝 buff 看一眼。先别打啊，这蓝枪80%要过来。惩戒两下，三下扎平 A 铁四边 ，A 一下。这不行，这必须得杀，抽一下 E 一下。别着急去啊，走呗，白走，我闪现，再见。你反我一个野，我指定得打回来，不打回来指定是不行，再把他蓝给他反了。蓝天应该又过来了，我估计没来。那杰怎么能让塞拉斯给杀了呢？打他一个蛤蟆。上路剑魔能杀？啊，不能杀，不能杀，不能杀。把野区资源控一下。把这个峡谷给他打了，惩戒咱就不用了啊，算了用一下吧。呀，
整的我技能都学错了，大哥。扎一下吧。德玛西亚人从不退缩。上来帮他把他线推了。你不就这意思吗？推完线来波中路，中路好像不咋地呀。掏一波塞拉斯的屁股。Hello, it's me, EQQ 小给大套惩戒两下，三下铁四边 A EQ 真右啊。真右啊，我天哪，这是真右。寒芒先到，随后枪没关系，即使这劫菜我们也能带得起来。直接把他中路塔给他拆了。奉吴王之命，早点把他中路塔拆了，他就没有办法扩大优势，知道吧？他就杀不了我们家的劫。如果你们家的人实在是有点菜，你说你这打野有点带不动，他老死，你就把峡谷打了，打完峡谷以后帮他推塔，把他塔一推，这个劫就解放了。这个塞拉斯他也没地方去。这波打小龙，这劫干嘛不管？我来了，他们家打野死了，没事，这波打龙可以打，非得要干一架呗，行啊，非得要干一架，来来来来来，那就上。操，怎么给我秒了呢？没有加血吗？牛逼！这波三打二没打过，我不知道咋打的，只能用牛逼两个字来形容。只有行动才能说明一切。打个红去，下一个装备出个破败吧。啊，发动机，我们家三个人打对面两个人。我不知道有什么不能打的，如果你硬要说我发动机，我也没办法，我就这波打没有任何毛病。如果这都打不过，那这把游戏就别玩了。你们家多个人你们都打不过，你说是不是有点装逼了？我这一看呢，嗯，挺能抢啊！回头一，我啥也没干，人没了。那请问一个人的技能一共有多少个呀？一个人有两套技能吗？你说我啥也没干没了，行，那我的队友在对面没有技能了以后，他们应该做什么？该收割了吧？收割有收割到吗？没有吧，全死了吧？他们杀我得用技能吧？先来个这个，再来个死亡之舞，我把这皮还给他换了。刚才这次都不应该打了，你知道吗？打的有点上头了。
我等他妈到啊，我没等他妈到吗？交给我了，我还得等他到哪呀？EJ在这儿，辅助在这儿的，我还得等他妈到哪里去啊？我等他妈在家里出来呀。胜利在呼唤。你要咋老这硬说就没有意思了的。来个死刑宣告，甚至魂从未破灭。塞拉斯好像有点肥。德玛西亚人从不退缩。哎呀，我的天！行吧，我没办法了，我只能封人了，我也不想跟他犟。哎呦，1000块钱。我只能等一等出来给他封了，我也没办法，太累了。小龙，击鼓，进击，谁打这波？这边扫人。哟，这锤子往这儿走，说明有闪，肯定是有闪现，可以干，来。我们可以直接大龙。龙王之前。互动要走心，你说来说去，那波没打过就硬往我身上赖，我也没办法，没招。一点招没有。幺999。搞得我现在一点思路都没有，我都不知道怎么打，哎，就在瞎打，瞎打就瞎打吧。
破灭。可以试试。不行，不能试了，再试要出事儿。他也打不了啊，好人呢，弱手来了。我们先把这剑魔秒了啊，杀锤石。往前冲来，兄弟，给我往前冲！你这疾跑多长时间？他死了。哎呦，走打大龙去！德玛西亚人从不退缩。打个三郎，不要防我。只有行动才能说明一切。其实血手我都不太想出，我想出个春哥的。交给我了！哎呦！几个人？三个人，三个人，我不往里冲了吧？看着点啊！你做出了他的选择。我们直接推中吧，越塔就算了，下路高地塔不太好推，我们直接推中路可以。然后推下路，弱手被勾了，没办法上啊，先不上了。要杀的话，先杀剑魔。走吧，别上了，拉倒，差不多了。
哦，这蓝枪可以杀呀，旁边都没人，这蓝枪自己搁这玩，剩几个？剩三个人，我可不相信你们俩的下路。那直播间有人，这下路是他们爹妈，我们可不能跟他们搁一块儿啊，万一又挨喷了就坏了，赶紧回家，这可受不了哟。打个红去。兄弟，我差点经验升16，蓝应该有吧？走，打个蓝去。交给我了。你跑得好快呀，你怎么跟个兔子一样。兄弟，这可管不了了啊。破解弹符，天杀锤石，剑魔能不能杀？推不克，这解脱者有点这修刚啊，解脱者，哎，这落手玩的不错。这波他没死，我没想到啊，我都以为他死了呢，我都以为他要死了。你看没，我刚才一说，我说这直播间啊，俺们家的下路，啊，行，你们嫂子不让我说了，我不说了。